我们前面刚刚过去了一辆摩托车。摩托车去那边了。刚才这个人在跑毒的嘞，被打倒了吗？摩托车来送死吗？摩托车跑毒去了。发头。拉呀，快拉呀，墨迹什么呀，快拉呀。哎呦，没打到。这把打。当你心中很微弱。这时候告诉大家一点啊，先进去，然后这个桥已经不能过了，我们要直接的话走这边过，走这个桥过，车油不多了，省点油。本来那个人在拉人的时候我也可以打掉的，第一个人呢中了我就知道抬度高了，但是他在拉人的时候别人打了他一枪，他动了一下。Oh no! Yeah, cool.跟大家讲，这个圈对我们还是比较好的。为什么？我们有吉利服。汽车，先别急着打药，先观察一下周围。先打手绷带，因为一个饮料回的血很少。